北京您早，新闻继续。下面呢，关注一件奇事儿啊。现在呢，这个股市是比较低迷的。不过如果说有一天早上您一睁眼啊，发现自己的股票账户里多出了600亿，您该怎么办呢？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白日做梦吗？哎，还真不是。昨天呢，家住昌平区的华先生就给我们打来电话，诉说了他的亲身经历。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，408亿，一直没看牢，完了也没看。我说我看看这怎么样了。好，我一看我就成了那个百亿富翁了。华先生说，当天上午9点，他打开炒股软件，发现自己的账户里多出了平安银行和中国平安两只股票，都是10亿股。其中平安银行市值114亿多元，中国平安市值408亿多元，股票账户内的余额也多了100亿元。一夜之间，华先生股票账户内多了623亿04千万元。反正挺激动的，我这变成土豪了。咱们害怕，提这钱搁咱们账号来呀。华先生告诉记者，他当年是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东花市营业部开通的股票账户。因为近年来股票不景气，他一直没有操作，最后一次使用还是在2007年。第一时间想到报警，因为我怕有什么犯罪行为，因为钱太多了，不可能转到我家账上来。民警后来给我们回电话说报经侦了，如果说星一那钱要不转走，所以可能就经侦要介入这事儿了。带着一头雾水，华先生报了警，民警在现场也无法说出原因，只是提醒华先生周一只开市后不要对这笔钱进行操作。随后奇怪的事发生了。3点半吧就了，起了6点半，我一开又进去了，恢复正常了，完了钱就没了。晚上6点，当华先生再次登录时，那两只神秘的股票已经不见了，账户内只剩下了华先生之前购买的3只股票。不是技术上不可能误操作，有的是不是股市上避什么风险之类的，那他为什么转我们家账上来啊？我报警和你电视台打电话，就是挺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的。记者发现，就在当天，远在青岛的张先生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，同样是账户内多出了平安银行和中国平安两只股票，同样是价值623亿元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记者拨通了华先生开户的证券公司平安证券的客服电话。在周六的时候有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压力测试，那您当时看到的话是虚拟测试的一个数据。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在周五股市闭市前，他们已经在官方网站上贴出了测试通知，提醒股民18日早7点至晚10点之间为测试时间，所有数据查询皆为测试数据。在我们官网上有挂了这个公告的，17号的时候我们有挂了一个公告，都一样的，就是说开启虚拟环境的情况下，所有客户都是一样的，显示的话都会有错误。他不会对我这有什么影响吧？